这狗又疯狂了，看我大姨子准备了什么东西吃的。哎，这是开胃菜啊，大家别误会，还有很多的菜。这个是面包和番茄，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奶酪，然后上面是这个小鱼，就有点咸的，叫阿利吉。这是开胃菜啊。来，姐夫讲一个。Grazie Cadena e Sande per l'ospitalità. È buono? Salute! Salute, benvenuti! Ben trovati! Auguri a voi! Auguri, di cosa?我们周末总是一起聚餐，这就种家庭的氛围比较好。这个也是我姐夫，看过我之前视频的，你知道他。我说他是 La Casa， ma è buono。ma tu veramente ci sono per 5.000 per giorno, 6.000 per tutto il giorno che vende l'andetacchetto. Quando persone ti sei? 开玩笑，我俩总开玩笑。就来他家他就忙活，他和我大姨子他俩忙着做饭，因为我们到他家嘛，不可能我们做饭，对不对？ Però se fanno un sistema con le casse tridimensionali， 我俩是在家里受那种压迫的男人，你看他端的两碗面，可怜兮兮的。谁呀？可怜三的。我俩在家里受压迫，我们吃意大利面放的奶酪都是用这个东西给擦出来的，有点像咱们中国那个擦萝卜皮那东西，奶酪在上面擦擦擦擦擦擦擦，然后就是奶酪粉，这个奶酪就这样擦擦擦擦擦。Sto già un giorno imparo il cinese e scoprirò la mia vita. 他又不服了，他说我说中文。啊？擦擦擦。擦擦擦。擦擦，快擦 ！In cinese， 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有必须的擦擦擦。必须擦擦擦。Cioè senza di questo non si può mangiare. Vai vai vai， 你们。首先。这个是。橄榄油和这个新鲜的辣椒里边放盐腌制的，像辣椒油一样，但不加热。我妈做的，对，阿姨做的，老丈母娘做的。这是茄子面，因为我这个姐夫啊，他不吃肉，所以他只吃素，我们也只能吃素一点。我也来点这辣椒油，这个辣椒油特别好吃，它不加热的橄榄油炸出来的，放在意大利面里面。哇哦，流口水了。太好吃了。你看，我就说他受压迫啊，你看，洗碗的，跟我一模一样。我俩就在家里几乎就抬不起头，你知道吗？啊！面吃完了，我们拿着肉丸，那丈母娘做的，看那肉丸，哎，看着就舒服。上一个视频有人说我用手去拿这个拿那个火腿，就说我没礼貌。我跟你们说，在意大利啊，我们有时候在家里吃火腿，正常的意大利人都会用手拿，像那种肉丸，我们也会用手去拿。看到没有？吃这种，这种，快闪播呢？这种有肉的，这个你看，我们都用手拿着吃，就是，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说了。很正常。他说别提那了呗。吃完面再吃那肉丸，吃完肉丸吃这个菜。菜加香肠，这个里面有香肠吗？有啊。意大利人是世界上最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啊，因为他们吃的确实很健康，就是先吃个开胃菜，然后再吃一个面，然后再吃一些主食肉啊，然后最后是蔬菜，可能有的时候就比较喜欢的会在饭后加个甜点。吃完正餐吃甜点，这是小蛋糕，这炸的那些甜点有点像我们东北的一些过年时候吃的那些东西，甜甜的。
开心的一家。每个周末大家在一起都很开心。吃的差不多了，我又喝了一个这个叫 espresso 咖啡，就浓缩咖啡，喝了好多酒，然后喝咖啡真上劲儿，现在心脏都有点突突。啊？他们在模仿我们，你看这个，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逼，必须的逼。哈哈哈哈。我们吃饱了，撤了，谢谢大姨姐。你看我连桥老是每次聚完餐得出去遛狗，必须得遛狗，必须的。回家。我也有点吃多了，今天吃的特别舒服。在这儿，请问的是谁？高三请问的是谁？对喽。回家。阿猫嘞，回家。山中。他今天一直冷。今天意大利有点奇怪，不知道怎么温度一下干到这个零度了。今天早上的时候零下一度，都有点结冰。所以我的这个老板就非常冷。现在我还好，我是一个东北人，所以穿这些也有点冷，但是能顶得住。老丈人开车，我俩还是坐后边。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在这边也不允许酒驾，但是你少喝点没有问题。我老丈人喝的没有喝太多，但我就不行了，我喝挺多的。然后其实在全世界每一个家庭都一样，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在家里面就特别放松，特别自然，所以不存在什么就是大家觉得吃西餐啊吃什么就大家必须要安静啊什么，不存在，就全世界都一样，家庭开心最重要。行了，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我的老板冻坏了，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拜拜拜拜，他冻得说不出话了，拜拜。